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同一个地方等待日出是一种什么体验？去年冬天我来这里拍日出的时候，车陷到了雪里，遇到了好心人帮我把车拖了出来。回到酒店，老板告诉我那是当地观光协会的会长，每天都会去北新山上拍日出。缘分真是妙不可言，十个月后我又遇到了他。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お、きれい。哇，大家快来看，现在是北新山早晨的日出，下面的就是富良野镇，中富良野镇。来到北海道的第二个早晨，居然就看到了这样罕见的日出，感觉自己被卡米萨玛眷顾了，太幸运了。旁边这个就是当地的观光协会的会长，上回我的车陷在雪里就是他救了我。他经常早晨来这边拍，然后好像最近还在组织看云海的活动。昨天听说云海特别的大。何時から太陽が後ろから6時5分過ぎぐらいだね。6時7分ぐらいかな。早いですね。上次冬天来就听说会长每天早晨都在这里等待阳光照射进富良野的田地里。等我老了，要是也生活在这样一个小镇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等待日出，坐着观光协会会长的椅子，或许会很幸福吧？你们说呢？日本に留学にしてるんだったっけ？はい。名前が東京工芸大学で。工芸大学。昔の名前は東京写真大学。ああ。僕は写真勉強してます。なるほどなるほど。だって言ってたね。そうです。中国はどこなの？中国は湖北省。湖北省。うん。武漢知ってます？武漢。武漢？うん。あのコロナが一番最初に。そうですね。時間あったら中富良野の観光協会顔出して。あ、いいんですか？うん、ええー、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来ましたって。はい。俺に言われてきたんだけどって言って。ああ、う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行きます行きます。可惜这次时间确实是不够，没能去成。但是今年冬天，我一定要去他们观光协会里面打扰一下。相信以我冬天陷在雪里的这个回忆，会长一定不会忘记我的。え、なんか今の雲もっと先より深くなりました。うん、濃くなりました。雾气越来越重。和会长居然还聊到了登山。富山から上がって、釣りをして、釣り午前から帰ってきたっていうのはあるんだけど、剣は中途半端な気持ちじゃダメだよって言われて。ああ、そうかな。いや、俺その時あれだから、短パンと T シャツとランニングシューズで。ああ、それはダメよ。それは危ない。学生の頃。あ、学生の頃。あ、結構昔ですか。40年前だよ。名前はリンクス TV。あ、じゃあ今すみません、恥ずかしいですけど見せます。这位呢是中富良野市的市民，他问到了我的 YouTube 频道，然后我就在这里给他们看了一下。いいとこ行ってるね。あ、おはようさん。后面来的这个小姐姐呢，也是中富良野观光协会的成员，她以前也住在东京这边。然后说是突然想来北海道住，就移居到了这里，感觉很有魄力啊！真的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搬家。哈哈哈哈哈！哇，嗯，云，这边云稍微散开一些了。哇塞，现在前后这个云的这个夹层太绝了，拍一张。刚刚用2470拍了好久，现在换上100-400。仔细看能看到有好多鸟在飞。哇，现在看画面这个云特别特别亮了，太阳要出来了。现在下面的云雾又起来了。甚至现在把山给挡住了一些，哇，这景色从来没见过。不得不说，把醉酒放在三脚架上的使用体验真的很赞。
现在远处的云升高了，把山快挡住了。哇，这样待会儿太阳出来的时候可能会更神奇。会长的相机已经收了，我说你咋不拍了，他说他要去上班了，他说这个不是他的上班时间，接下来才是他上班时间。这样的加班大家愿意吗？哇，这个真的，这个场景太神奇了，太好看了吧。富兰也真是个神仙地方，要是以后拜拜到住，我想住这儿。哇，拍两张卡都拍满了，换卡。哇，会上正在教他手下的人这个云海是怎么预测的，还在旁边偷听一眼。一直在看这边，当我转头看向这边的时候，这边的叶子也好漂亮。我的妈呀，太好看了，太好看了！这个树林，好，我去树林里面拍一下好了。会长去上班了。开るとき、そこのバリケード。はい。あれを。閉めます。道路の真ん中に置き直してくれるか。はいはいはい。太有意思了！哇塞，巨美！现在这个，こんにちは。嗨，小姐姐的业务能力很强，这就马上开始拉我入他们的观光协会当社员了。没想到太阳升起后又起了这么大一波雾。这个小姐姐是他们观光协会的，刚刚拍到了，刚刚过来宣传工作。哈哈，哇，就这么远还能识别到人哦，刚才识别到头了，啊，现在识别不到了。不是，这个对焦是有多猛啊，我的天哪。早晨七点半，富良野的园丁已经上班了。
刚好回来八天。啊，今天早上太棒了。是吗？嗯，会上面。我早上看好像那个云海不是特别，那个云不是特别多。啊、哦，确实，可能不如昨天，但是今天也很漂亮。哦、嗯，对我来说，我也没见过这种。照的好，照的好。这还是和上回就是完全一样的是吗？嗯，基本上一样。啊，基本上一样。上次是喝的汤。哦哦，对，上次喝牛汤好像。嗯，因为冬天。牛奶不丁。嗯，哇，这个太香了。这个生菜和这个米托马豆都是旁边地里的。哦。生菜是93岁老奶奶种的。哦。然后就是为我们种的。就是为你们种。因为今天我们自己种的比较少，然后呢，他呢就种了好多。他说你们那个用的多，然后呢早上起来就上我摘了。去年是今天早上摘的。哇塞，这太新鲜了。嗯，这个西红柿也是今天早上摘过来的。这就感觉不太一样，虽然说不上来，但是就是都是什么药都没有用过的。嗯，啊，真的很好吃啊，它又有酸味儿。但是个酸就是不是那种刺激的酸，对，很柔和的酸。嗯，来尝一下这个面包。要黄油吗？啊，好，谢。哇，这面包太嫩了。这个面包也是用的是这个上富良野的这个小麦。嗯，不是进口的小麦。对，就是去年来的时候就听您说的。对，你们做饭就是非常的。口大力，就是从食材方面也感觉研究了好多。是，我看你这样觉得，要是在北海道开一个酒店，真的挺有意思的。嗯，虽然应该也挺累的，有时候是。还好吧，这个南来北往的客人很多，也是，大家聊聊天很有意思。嗯。虽然中富良野只是一个4000多人口的小镇，但真的太吸引我了，打算再住一晚，等下就去清池那边看看。啊，回到房间稍微洗漱了一下，大家看，小螃蟹给我剪豁的头，他现在叫我锅盖头。哎，怎么这个剪发技术越来越不行了，是时候给他炒了。嗯，现在是早晨的9点多。嗯，打算先去清池那边看看，然后路上停到哪儿就在哪儿。现在有点困呢，哎呦，睡眠时间有点太少了。要是能找到一个好的睡觉的地方，到时候可以睡一个下午觉。刚刚被这边的一棵树给吸引，从下面看上来就是觉得它可能特别好看，是一棵单独立在一边的树啊，结果发现上来不是这回事儿。它这个旁边种的不知道是啥，不会是葡萄吧，我不认得。嗯，然后这边呢就是相对一个高的小山丘，挺享受的，在这睡个午觉不错。I'll keep running till I can no more. You'll always be the one I want at midnight. You'll always steal my breath away. Yeah.
这里就是青池了。啊，这就是青池了。我总感觉现在这个颜色是不是还不够蓝呢？走了走了，青池拍了一点儿，感觉就是主要是人比较多嘛，我们换下一个地方，虽然下一个地方人可能也多。大家看，现在这个地方就是我当年走到这里拍下的那张照片。哇，蓝天配银杏。这就是秋天的吹哨温泉。可惜拍不了了，因为有人在下面光着身子洗澡。我们就感受一下这个氛围吧。我去感受一下这个水温还烫不烫。现在这个温度刚好，贼合适，一点都不烫，所以很多人在泡。人太多了，我就走了。我说冬天怎么爬不上去呢？原来是一堵墙，好吧。啊，现在今天手剩的时间不多了，现在一两点多。今天中途一直发生一点别的事儿，很正常。在这个旅行的中途，有人找你，所以呢，刚刚其实一直被打乱了。现在我打算去登山道上，重新找回一下感觉。这边是登上石胜岳的登山道。冬天之前不是没找着入口吧，先走。看似容易的这面墙壁，实际上缝里面有很多青苔，特别特别滑，这个难度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这期间我被无数人围观，真的是后悔死的，为什么要爬这个东西。就是最后一下居然还让我的腿抽筋了，太尴尬了。哇，我太傻逼了，爬这个我爬了这么长时间，
而且最后那一下腿抽筋儿了，左腿抽筋儿了，我的天哪，看起来这个像是登山口的样子。不是，那边是大山神的碑。山上好啊，贼安静。我感觉待会日落的时候，光照那个山尖上绝对好看。没想到爬起山来还是很热，外套脱了。有没有听到下面在干嘛？像在用迫击炮一样。应该跟山没关系吧？ごめんね、申し訳ない。セットし直しになっちゃったね。すいません。太可惜了。哇，后面这个山谷映入眼帘了，这个贼像那个新疆那边的那个丹霞地貌。哎，它是火山，和丹霞地貌应该是不一样的。哇，没想走进来，没有花很长时间就到这个山谷这边了。这是他们的 live camera， 监视这个火山活动的，在下面的那个防灾中心就可以看到。就是这儿了，就这儿，好地方，带大家看看。这个山谷，哇，咸甜咸甜的。现在停下来了，把衣服穿上。这里是石生岳，是几十万年前的地质活动形成的活火山。上一次喷发是在1989年，在过去的2000年间，大约每250年。就会发生一次巨大的泥石流。
进登山道之后就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平时我无聊的时候总是会不停地刷手机消磨时间，但是在这里我能静下心来，只是感受呼吸，只是听着风声，与摄影和孤独为伴。在人类有便利的网络去了解世界的其他地方之前，都是如此生活的吧。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如此的微妙，暗藏危险的石胜月在夕阳下看起来却如此的灿烂而热烈。哎，你是谁呀、啊？哎，这是北海道啊！刚去溜了圈，好冷啊！哎，苍老师也在这里，太巧了，巧了哎呀，太巧了，太巧了！哎呦，哎呀呀！